姑娘，喜欢就买，胖了就减，不爱就走，全力以赴，你会很酷。姑娘，要么美一点，要么努力一点，如果又没有努力，那就可以帅一点。姑娘，应该明白的是，气质比年龄重要，微笑比颜值重要，开心比爱情重要。姑娘，不要那么敏感，也不要那么心软，太敏感和太心软的人肯定过得不快乐。姑娘，选爱人不需要太多标准，只要三样，不骗你，不伤害你和愿意陪着你。记住，男朋友一定要找一个能服软的，别让低质量的情分毁了你。你真正喜欢想要的，没有一样是可以轻易得到，这就是努力的理由。别像个怨妇一样到处挑刺，不清楚的事不要评论，与你无关的事不要抨击，三观正一点，爱你的人才多一点。别让不值得的人惹你生气，别让不值得的事害你失眠。既然活着，就好好活着，每分钟都为自己活着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